慈济就是从慈善开始，再开展医疗，由医疗开启教育，又从教育启动人文传播。而今四大置业成立，而且环环相扣，相互影响。1991年开始，慈济人走向国际赈灾济助，不分种族、宗教、国家。尤其在国内，包括921大地震、88水灾，慈济人所展现强大机动的救助效率，往往超越公部门。而除了吸引四方大德成就慈善大业，共行菩萨道之外，正言法师敏锐的触觉、前瞻性的观点，往往能让各界专业精英心悦诚服。继续这个单元，我们来看慈济的成长和茁壮。1986年8月17日，佛教慈济综合医院正式起业。正言法师礼聘国内鼻咽癌专家、台大医院副院长杜诗年担任第一任院长。但其实此时，杜诗年已经罹患肝癌末期，可能只剩3个月的生命。伊拢叫法师啦吼，法师，你知影讲我巴肚有迄落炸弹病呢？伊当时咧迄落菩萨唔知影。啊，上人才讲，我嘛有，我嘛是有迄落，诶，心中遐有做工地诶吼。啊，毋过上人鼓励去做吼，所以我讲啊，咱唔通阁甲上人推辞吼，咱转来来看。杜诗年勉力接下重担，首要克服的是慈济医院招募不到医生的窘境。因为那个时候花莲被称作是后山的，没有现在这样发达。去的人不多，特别是医护人员很难招募。杜诗年凭借着过去的人脉，每周奔波台北、花莲两地，争取台大医生、建教合作。5年下来，慈济医院越见茁壮。直到1989年一天，杜诗年病况加重，陷入肝昏迷。上年有甲讲啦，讲你登记之后有甲讲吼，你都讲我，我讲。敢有遐紧？伊都随规安尼人足欢喜吼。上年知影讲伊差不多啊，去暗的2点就空醒来。真的住了3个月的病房才过世。当初不是说发病要3个月吗？那时候没有住3个月就去慈济当院长，然后发病回来，真的住3个月才往生。就是等于那5年的岁月好像是就是没有了。正言法师世人的智慧让杜诗年最后的生命更加光彩，而正言敏锐的观察、前瞻的判断，总能让各界精英心悦诚服。像盖医院之初，专家评估人口仅35万的花莲县只需要200张病床，唯有正言法师力主需要1000张病床。上年讲要去较大间，差不多一千床啦吼。啊，阮先生一直讲吼，唔通，那花莲的所在遐尼小，啊，一千床吼，无必要，100床就好。啊，所以去100床的尔。啊，果然，一直拢无够100床。果然，到了1988年，病房已不敷使用，必须增设到1000张。而后，慈济还陆续在花莲玉里、台东关山、嘉义大林、台北新店以及台中潭子等地盖设分院。我们怎么去形容正言法师？我觉得我只能这样讲，他是师父中的师父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你是音乐家，你写的就算，但是每写一首歌去给上人听的时候，他都要改。就有一点就是说，上人不是说我是专家吗？那我是怎么写了半天之后，他又要改？那到底是我是专家还是他是专家？但是你到最后你会发觉，每一次上面改的时候就改得有理，然后他用什么样的方法，他什么样的智慧能够看透每一件事情，看通每一件事情。我认为近视2个字给我很大的思考。上人的智慧怎么那么高？他看到的东西哦，
过几年以后就做到，就在做。这个是有超人之处啊，很厉害的，很厉害。我们也不晓得，我们有时候说他不是人，不晓得呢，他就是这样超智慧啊。他这个，哎，我有时候他们就说，哎，他好像我。他不相信这一套的，但是我们都会偷偷讲，他不是有什么什么通啊。当年在台中弘光护专担任教务主任的张福美，就是深受正言法师的办学理念感动，而成为慈济护专校长。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，连我五个人，一个学校，老师你请不到。因为学校也还没盖好，然后这边一边盖，一边在创校，一边在办学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我不觉得那是问题。所以上人说，慈济人哦，女人当男人用，男人当超人用，就这样。我不能停，我不能停，因为呢，我停了，这个爱心呢，就会大家都会以为说我能做货啊，啊，做货啊，那就是。没有再去精进的，哦，所以呢就不能停。那我就要说教育，我们需要教育。这个生命治疗了，但是呢，慧命还没有成长，我要再跨出了另外一个地方，所以。正言法师的教育置业从医护领域着手。1989年9月，创立佛教慈济护理专科学校，并特别采行公费制度，让原住民学生学杂费全免。接着，专门培育医生的慈济医学院，在1994年10月创校。也因为关注下一代人格养成的过程，2000年增办慈济中学、小学、幼稚园。亦在这个阶段，慈济再从教育置业跨向人文领域。教育之后呢，不只是教在学的孩子，也需要净化人性，所以就从教育到人文。你可以翻开慈济历史，在1966年创办慈济功德会，当时他就立下四个目标：慈善、医疗、教育、人文。其他的思想体系很早就开始形塑。在人文置业范畴中，从慈济道旅丛书到月刊杂志，从电视到网络电台，随着资讯科技的发展，传播的力量将慈济的精神理念深入台湾各地，传遍全球各国。1991年，南亚孟加拉遭遇洪水侵袭，14万人死亡。慈济美国分会发起募款，开启慈济国际援助的序幕。同年夏天，中国长江流域遭遇大洪涝，上亿人口流离失所。正言法师发起援助行动，从此慈济人的脚步跨出台湾，跨越政治、国界，也跨越种族和宗教。社区里面很多真正的苦的，在台湾呢是看不到的那种，让人都掉眼泪都没办法受不了的那种，人间的惨境。那慈济人在那个时候就去陪伴他们，就让他们很感动，因为自己人都跑光了，教堂也都关门了，怎么这种台湾来的外国人竟然敢到他们那种地方去帮助他们？他们以为我们是他们上帝派来的天使。阿弥陀佛，我是南威初中小学四年的学生。讲真的，南威立在阮遐那远，坐飞机嘛，甲转机，总共16点钟，坐甲是头昏昏脑肚肚。阮若倒去南美，阮会好好查册，来布达斯讲上人，甲各位师姑师伯会请茶，
却熬错和输工伤人，发起安康，输不输搏，不会上手，干不拿。像我们现在那边已经有4000多位那祖鲁族的黑人志工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台湾去的资源，都是靠他们微薄的自力更生的钱去供食给超过4000多个孤儿，那还有照顾1000多位那种长期在病痛的人。司机他一直很强调，特别他在海外发，他们都很强调说，你任何的宗教的人都可以来参加，就是你只要来做志工就对了。你可以是天主教徒，你可以是基督教徒，你可以是伊斯兰，你可以是回教，都可以。1999年，台湾遭逢921大地震，司机深入灾区救伤、慰问、供食、送暖。搭建临时组合屋，参与灾后重建，再再展现众志成城的动员力。921，你看，短短的3年，我们上人成立建设了51所希望工程，他们普里啦、南投都百年老校。那时候我们在认养的时候，我们的副执行长想说，比较老旧的、比较规模大的学校不敢认养嘛。上人哇，就上人说，啊，这大间囡仔不敢认养。那上人大间要花很多经费的，啊，人拢讲咱慈济做有钱。上人就说，我唔跟人讲，吼，哦，我们慈济不认养，谁来认养？好，其实关键细节上人是非常注意那个，这个受灾户的感受。他比一般人更灵敏地会感受到受灾户的需求，连去帮那个美伊战争帮那个这个伊拉克边境的难民，连那个调的味都要有点咖喱，要有点中东的味道，他都要吃看。冬天啊，冷啊，像中东一带啊，那个伊拉克边境，上头是用毛毯可以盖可以披，他自己要触摸那个毛毯，他触摸毛毯，感觉他了解灾民在寒冷中的感受。援助工作拖延，没秘密推展，慈济甚至逐步开发出急救客难的专业食品、御寒衣物以及各种环保器物。从花莲30多人的小团体起步，到21世纪，慈济全球47个分会、1000多万会员、200多万志工，援助过69个国家。正言法师本人从没有离开过台湾。但每天的志工早会，透过视讯，让他掌握全球慈济对世界的影响，举足轻重。其实我什么都没，我不觉得我有成就感。真的，我们得到什么成就感？这一件工作他们去做，做。开头的时候我会很担心，比如说救灾的工作，比如说很多的。那进出国门，我都会很担心。啊，回来了啊，安慰。完成人任务就是安慰。正言所领导的慈济世界写下享誉国际的台湾经验。1993年起，他名列诺贝尔和平奖候选名单，还先后荣获艾森豪国际和平奖、美国人道精神终身成就奖、日本平野和平奖。慈济更于2003年成为台湾第一个获联合国肯定的非政府组织团体，但随着组织成长，各种批评不认同慈济的杂音也陆续窜出。天天都要面对，不管是爱的看人、情的看人，还有呢事的看人，还有苦的看人，还有无奈的看人，有很多很多。你不忍耐呢，实在是没有办法走下去一切的。正言本人依然布衣芒鞋，纳履足屐，数十年如一日，每顿用餐不到10分钟，每夜睡眠不到5小时。他形容自己是过秒关，把握当下，每一秒钟都不空过。我们刚讲我像我电脑那边大家人讲，不要忘掉我也是凡夫。
我也是心里会啊有交战的时候，我身体也有病痛的时候，精神也会有疲倦，身体也会有劳累。其实你那时候没有用停下来，将来这个社会又要怎么样？难道就天下一片黑，连一丝的光明都没有，怎么办？我想，假如我不再呼吁，我不再推动，将来我们台湾又要变成怎么样？所以，机会呢，就是还是走。2009年，强调走入人群、行善付出的慈济宗正式宣告成立。透过慈善、医疗、教育、人文四大置业，形成一支强有力的人间佛教体系。而领导的舵手正眼法师，虽然给自己的很少，却影响世界很大。不仅是位身体力行的宗教家，更是能集众善会、成就大业的心灵领航家。正眼法师曾说：“天下事不是一个人做的，也不是一时做的，而是大家共同成就，是一个人接一个人，一代接一代。”也因为正眼将荣耀归于所有的慈济人，不轻易接受外界采访。因此，台湾演艺筹制过程格外艰辛，费时超过半年。这一集制作的人员当中有天主教徒、基督教和道教信徒，我们并不刻意倚重佛学素养或信仰，目的在角度多元地呈现伟大的人物和事迹。我是胡婉玲，这集台湾演艺播音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